这个不是在那个拍照的，我是在户外直播。你啊，你介不介意啊？没事了。啊，没事是吧？好，那个我叫建哥，啊。建哥。啊啊，建哥走乡村，你叫我建哥就行了，好不好？行。啊，那妹妹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小丽。小丽是吧？啊。那我昨天晚上到现在嘞，一直在高速上跑啊，进你们大山里边嘞也没有遇到这个，小卖部也没有餐厅啊，就是现在口比较渴呀，能不能去你家喝点水？喝水啊？啊，可以啊。啊，你什么时候来干活来了？我一早上就来了。啊、一早上都来了。嗯。哦，那这个，你这个腿呀、在这水里边泡，会不会不太舒服？会啊。哎、哦，我们大山上要经常，我们这都是水田嘛。哦，水田。对，都要干活，腰酸背痛的。哦，那还有你这个，你这个锄头都这么短呢、啊？对呀、啊。你给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看一下。哦，这么短的锄头，这干活要弯下去腰的。要弯腰。要弯腰的、哎，你这个个子看着挺高的，这弯下去，就会不舒服。嗯。是不是？嗯。哦。那这一大片都是你一早上干到现在干的？对啊。哦，行，那你还要干多久啊？哎，能回家吧。啊，准备回家做饭，我弄好了，等一下再来吧。啊、哦，等一下准备回家做饭了啊、哦。哦，这个，哎，那妹妹，这个田里边你给它挖完之后准备，准备种什么的？种糯米吗？种糯米。哎、啊，就是种水稻的。哎，哦，这个妹妹这个身体看着很板扎呀。是哇，我感觉你的脚给我的脚都差不多。我是穿四一的。哦。我这脚大。你这脚大。哎。脚大走路稳当。这个女孩子脚一般都是，3.6、3.7的，你这应该是3.8的。不是。不是啊。嗯。还要大，还要大、嗯。哎呦，我看一下啊，咦，这是3级的。直播间哥哥姐姐们啊，妹妹这个身材很好啊，然后个子也高。你来旅游的？我是个户外主播，全国各地玩，就是到一个地方都了解那边的风土人情、人文习俗，同时呢想体验一下当地的生活。啊，然后尝一下当地，看看有什么美食呀，啊，然后参加当地的一些节日活动，君子兰，君子兰是姐姐不是姐姐，啊，3.9的，哎，快乐奶奶说你的脚是3.9的，有没有3.9很大呀？大一点，比3.9还大。你的脚比3.9还大？嗯。我天哪，3.9还大，那有多大？3.9。40。40的哥哥姐姐们，妹妹人高马大的40的啊，40的脚哥姐啊，哎，妹妹，这个大山里边这个信号好不好啊？不好啊。哦，信号不好。哦，来哥哥姐姐们啊，妹妹说了这个大山里边信号不好，那哥哥姐姐们，没点关注的左上角给主播点个关注啊，我来这边呢参加这边一个活动啊，这个活动呢是男孩子女孩子在一起唱歌一起跳舞啊，然后呢这个他们可以谈情说爱的啊，很多女孩子都从外面回来了，然后呢这个寨子里边呢还养了很多的跑山猪啊，到这边呢我想体验这边的乡村生活，看看这两天的有没有口福，能不能吃到这个跑山猪做的腊肉啊，哥姐们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哎，妹妹，那这腊肉是不是每家每户都有？对呀、啊、你们家有多不多？多多啊。啊，妹妹说她家多啊。哥哥姐姐们跟上主播的镜头啊，我们到妹妹家去参观一下。妹妹特别能干啊，你看这个，妹妹、这个你这个哥哥呀爸爸呀，你们家这个男人怎么都不出来干活嘞？我们家啊，我们家没有男人。哦，没有男人啊。哦，这不对呀，妹妹这么年轻，这个
我要问清楚啊，问清楚，要不这个突然间，妹妹从大山上带个陌生的，男人回去，不太合适，是不是，哥哥姐妹啊？我问一下，看看他爸爸哈、啊，妹妹，那你爸爸去打工去了？我那个啊，我爸爸生病十几年了，已经走了。哦，你爸爸生病十几年了，走了三年了。走了三年了，哦，爸，那不好意思啊，妹妹，这个问到妹妹的这个伤心的地方了啊，伤心事了哈、啊。妹妹的爸爸走了三年了，啊，那你哥哥弟弟嘞，都去哪里了？我没有哥哥弟弟。没有哥哥弟弟。哦，没有哥哥弟弟，那有没有姐姐妹妹呀、啊？有个妹妹、啊，妹妹，那妹妹有多大了？妹妹啊，妹妹十七岁。十七岁这个年龄，应该是在上学的吧？哎，她在读书。她在哪里读书的？在县城嘛，黎平。哦，黎平县城，来，哥姐们，这里是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啊，黎平县一个原生态的寨子。啊，你们说，问问妹妹有没有结婚啊？那妹妹，这个他们说山里姑娘结婚早，你结婚了没有？我还没有吗？还没有结婚。嗯。啊，没结婚，啊，妹妹没结婚。我看妹妹这么小，这么能干啊，咋这么能干呢？是不是啊？这个，妹妹，你这个这么小咋这么能干呢？哥，我很小吗？那我感觉你就是那个，十九岁，十八岁，不是，比大，哎，大，哎，哦，妹妹说，十九岁、十八岁大，啊，那直播间哥哥姐妹，你们，目测一下，看看妹妹有多大年龄，来，妹妹，这个，来让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叔叔阿姨们，啊，他们都很喜欢你啊，嗯，谢谢，32岁。你32岁，来，32岁不像啊，32岁，啊，35岁，哎，35岁猜大了，妹妹，他们说你26岁，不对，没有一个猜对的，24岁，也不是。那我猜一下好不好？好。你知道我以前干啥嘞吗，妹妹？你干什么的？我以前呀，我是做导游的，我是导游老师，我带旅游团我都带了13年，所以说我看人呀，一看一个准，很准的。很准。哎。那你猜一下嘛。好，来，这边哥哥姐姐们，啊，大家看看我的眼力啊，看看啊，那妹妹。啊。我要猜对了呢。猜对了呀。啊。那你饿不饿嘛？我啊，哎呀，我现在是前胸贴后背，当然饿了。那这样子嘛，嗯，你猜对的话，我回去杀鸡给你吃嘛。啊，杀鸡给我吃啊？哦，妹妹说猜对的，杀鸡给我吃。好，那直播间哥哥姐姐们啊，刚才大家都看清了啊，你们说32岁也不对，25岁也不对，那我就猜一下啊，看一下啊。哦，妹妹，这下面就是你们寨子了。对。哦，这寨子好大呀。这寨子有多少人呢？寨子有2000多人。2000多口人。哎。那有多少户啊？有400多户。400多户。哎。哦，400多户都是个大寨子了，哥哥姐姐们啊。你们说23岁，来，哥哥姐姐们啊，为了这个。为了吃上这边的土鸡啊，哎，咱们直播间的群策群力啊，一起看看，一起帮主播啊，这个猜一猜主播前面这个美女多大年龄啊？哇，这边的风景真的好，风景如画啊！来，哥哥姐姐们，来看一下啊，妹妹这个村子很大，哎，看一下。2000多口人那个大寨子，哎，妹妹，哎，我很好奇啊，这个你们这个服装呢，这么漂亮，这是在哪里买的？这个
嗯，我们自己做的嘛。自己做的啊？哦，自己做的。对。那你们属于哪个民族啊？我们中国有56个民族，55个少数民族，你们属于哪个民族的？我们啊，我们属于侗族。来，哥姐们，侗族两个字会不会写呀？侗族两个字啊，属于侗族。啊，大家有说这20岁的啊？哎呀，桑榆大哥说25到35，这不好猜呀，25到35啊。嗯，你呀？啊。我几次机会啊？嗯，3次，刚刚已经用了一次。用了一次，那你，嗯，21岁。我再剩一次机会了，哥姐们，剩一次机会了啊！22岁，对，22岁，哥姐姐们，你好聪明啊，哥！妹妹22岁啊，妹妹22岁，没有30岁啊！看了奶奶啊，没有30岁啊！咱直播间现在此时此刻是3900多人啊，没点关注的左上角这边啊，左上角有红色的开关，点个关注不迷路啊！喜欢户外美景的，喜欢田园风光的，喜欢大山深处乡村文化乡村生活的家们，跟上主播的镜头，足不出户可以这个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啊。主播做个自我介绍，我来自福建厦门，老家河南平顶山的啊，是一名走乡村的主播啊。主播以前呢是一名导游，也是一名导游老师。嗯，哎呀，哎呀，这个，嗯，哎，小妹，刚才你说你是叫小丽啊，小丽啊，哎呀，小丽，你这身体真厉害，我这走着都一喘一喘的，九旬爷爷是哪里人啊？你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哪里啊？把自己家乡的名字打在公屏上啊！春风十里不及相遇有你，晴空万里不及心中有你。我愿坐听风雨，只为等大家来到直播间，我们一起在10万大山的贵州感受岁月静好。春有百花，秋望月，夏有凉风，冬看雪。心中若无烦心事，便是人生好时节。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啊，大家没点关注的给主播点个关注。我现在在大山里面啊，大山里面这个什么都好，就是信号不太好啊。这个地方是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地方啊。人家说深山出俊鸟啊，确确实实是这样啊。妹妹的身材很好。啊，这边的这个山景风景都好，人也好啊。妹妹，这个我看到你这个咋这么高嘞？你看我像多高了？我像多高了？我感觉呀，杭州老哥，主播累不累？我这个走路还没有这个妹妹厉害，这妹妹走路是很轻松的，因为这个以前我在厦门生活嘛，所以说我这个山路走的少啊，还没有他们厉害啊。嗯，我们经常得上山干活的啊，经常上山干活啊。然后我看你这个你刚才那个干活那个地方啊，他们说你有1米65高，有没有？有啊。对，真的啊，1米65啊。你妹妹有多高？我妹妹啊，1米68嘛。啊，妹妹1米68，啊，哥姐们，她家人都是大高个啊，然后妹妹刚才讲了，妹妹的情况很特殊，妹妹讲了，爸爸走了，然后家里边没有哥哥，没有弟弟啊，然后还有个妹妹在上高中，哎，那妹妹，那我方便问你一下，那你，妈妈今年多大岁数？妈妈呀，啊，妈妈45嘛。哦，45了，哎，啊，哦，哎，哥姐们，这个，他妈妈这十几年呢很不容易啊。十几年前呢，他爸爸呢，生病了啊，生病之后呢，3年前呢，爸爸走了，所以说这十几年来是这个妈妈，这个又要照顾老公，又要带着两个姑娘啊，你看看多不容易啊，嗯。
啊，现在等于是一个单亲家庭了啊。哎，那妹妹，你这个年龄在你们这边，他们都结婚了没有？他们，有的结婚了，有的还没有。啊，那你有没有谈男朋友啊？男朋友啊，还没有吗？还没有。啊，那你下一步有啥打算嘞？我啊，我想找个上门的吧。就是上门女婿，哎，就是我们河南话叫倒插门，啊，倒插门，啊，妹妹说想找一个上门女婿倒插门，来，哥姐们，这个妹妹这个要求，咱听一听好不好？来，那妹妹，那个，倒插门，那你对这个男方这个男孩子这个年龄有没有啥要求啊？或者他的收入啊？啊，年龄啊。大个3到5岁吧。大个3到5岁。哎，那你这个要求跟我们河南那边差不多。我老家那边也是3到5岁可以。那个3到5岁，那最多能接受大多少？最多啊。啊，最多就8岁吧。啊，最多8岁是不是？那你是22岁，也就是30岁以下都可以。啊，对。啊，30岁以下都可以啊。来，哥姐们，妹妹讲了啊，她个想找一个男朋友嘞，就是找一个对象，就是，大3到5岁，最多不超过8岁。啊，她今年是22岁，也就是30岁以下就可以。嗯。啊，那妹妹，那如果对方喜欢你，然后嘞，人家家里边只有一个男孩子，想让你嫁出去，能不能啊？可以的吧。可以啊。嗯，但是要问妈妈。要问妈妈。嗯，要跟妈妈商量。那你意思是不是说，妈妈同意了，带着妈妈，走出大山？对啊。好不好？嗯。来，哥哥姐们啊，妹妹说可以远嫁啊，但远嫁了要给妈妈征求妈妈的意见啊，因为她要出去了。这边让直播间哥哥姐姐们看一下啊，这个寨子真大呀，我天哪，真大真大。那哥、哎、那你是不是单身的呀？哎，妹妹、啊、你咋这么说话了哈、啊、这个妹妹、啊、这个可不能对哥有想法啊、哦、不能有想法的、啊、那哥，你到底是不是单身的？我啊，是啊，我都30多年了。真的啊？单身挺好的。啊，单身挺好的，是不是？是的。啊，单身挺好的。嗯。哦，妹妹说单身挺好的。哎，这个妹妹这个说这句话让我感觉到很无语了啊。单身挺好的，哥姐们，那你们说单身好不好啊？啊。嗯。啊，这是贵州大山深处一个400多户的大寨子，哥哥姐姐们，啊，很多哥哥姐姐们没机会来到贵州大山深处，但是今天通过主播的镜头一览无余，看看啊，有一句话，深山出俊鸟，大山，这个美女多多，确确实实这个样子啊，嗯，好，没关注主播的点个关注，哎，那妹妹，那这两天你们村里边这个，侗族大歌活动是不是有非常多的女孩子都是没有结婚的回来呀？对呀。那你们这么大的寨子有多少这样的女孩子？有100多个。有100多个。嗯。啊，100多个，他们的年龄都是在多大年龄啊？20、30、40都有。哇，啊，那40的是单身的还是离异的？离异的。啊，离异的。嗯。啊，离异的。来，哥姐们啊。哎，我刚才听见了下面唱那个，是不是就是你们这边那个天籁之音呢？啊，侗族大歌。啊，侗族大歌。啊，你会唱不会？会啊。会。啊。哦，妹妹会唱，想不想听妹妹唱这个侗族大歌？哥哥姐们，想听了打上2个字啊，想啊。哎呀，我看看妹妹在大山里面干活，我都感觉到，特别心疼。为啥嘞？那个，你看看，几个小时站在这水田里边干活，来，哥哥姐们，如果说，这样的农活你们能不能干呀？啊，站在水田里边翻田，想听是不是？好，来，那妹妹，
那个那边有个小亭子，哎，咱到小亭子，你给咱直播间哥哥姐姐们唱上一首，好不好？好、啊。好，来，哥姐们啊，这里是十万大山，嗯，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啊，黎平县一个原生的寨子啊。咱直播间现在3000多人，此时此刻还有，还有，哇天哪，还有500多朋友都没有关注主播的哥姐们啊。左上角这边有个关注，点个关注啊。妹妹是一个单亲家庭哦，单亲家庭，啊。妈妈也没有，妈妈现在也是一个人啊，没关注主播的点个关注啊，嗯，那你妈妈个子高不高啊？我妈啊，也个子高啊。哦，妈妈个子也高，好，行，那妹妹，那你给咱直播间哥哥姐姐们唱一首什么嘞？唱一首啊，敬酒歌。敬酒歌。哎。行，来，啊，来，哥哥姐姐们啊，这个妹妹准备给大家唱歌了啊，来。那我唱了啊。好，好的。丁快年迈，丁快年年，我爸妈嘿，我是爸妈丁快年迈呀，丁迈那有娘家嘿。嗨，巴拉二会，秀巴拉二会，干歪了，嗨嗨二会。哎，这干歪了误会是啥意思？就是多喝一点的意思是吧？对。啊，要多喝一点。嗯。嗯。干吧，喝吧。啊，干吧，喝吧。嗯。啊，这敬酒歌是不是？对。哎，哥哥姐姐们，这个侗族大哥听着是不是特别好听啊？听不懂是不是？那你们这边说吃饭是什么？吃饭啊，酱狗。啊，酱狗，啊，酱狗，酱狗，吃饭，那个，然后干活嘞，喂哦，喂哦，嗯，啊，喂哦，啊，这是侗族啊，侗语啊，好，哥姐们啊，没点关注点个关注啊，刚才咱直播间哥哥还有很多哥哥，说了想看看他妈妈，那你们都是多大年龄？来，走吧，走，嗯，直播间大哥大姐。嗯，咱直播间有没有单身的啊？单身的大哥啊，有没有？有了，打个有。嗯。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主播刚刚开播啊，刚刚上线，刚刚打开直播间。啊，这里是十万大山深处一个原生的古村落，这个侗寨呢，在贵州的黔东南侗寨里边是排名第二，啊，非常非常大。好，哥姐们，左上角给大家发了个福袋啊，发了个这边啊红色那个福袋，动动大家发财的手，右下角免费的赞赞啊。这个这段时间呢，经常这个号请去喝茶了，那个号请去喝茶了，现在都是几个号啊，大家看每个主播都天天在换号啊。昨天准备直播嘞，一个号被请去喝茶水了，哎，所以说去年到今年整个大环境不太好。嗯。哎，妹妹，你早上去那个干活干了多久啊？几个小时？我7点钟去的。7点钟都去了。嗯、7点钟去都干了。3个小时。3-4个小时了。对。哦，3-4个小时。啊，你看妹妹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去了，干到现在。哎，那我们那边的水里边，那田里边都没有水，你们这个番田里边怎么还那么多水的？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是山泉水。山泉水。哎，流下来的，从上面、下雨，然后从山上流下来。哦，现在这个翻过来之后，那些草都可以当肥料了。哎，是。哦。现在的翻田啊，翻田之后那些草呢，可以当肥料了。哎，天哪，这个。这大山里边这个上上下下这台阶这么多，嗯，哎，欢迎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这个马上到这个妹妹家了啊，我到妹妹家来参观一下，然后喝点水啊，妹妹看看妹妹愿不愿意啊，把她的腊肉给我弄一点啊，哥哥姐们啊，你们说妹妹会不会给她把他们家的腊肉给我弄一点呀？啊。等一下啊！
哎，咱直播间里有个大哥说了，嗯，那贵州咋这么多的女孩子都是单着呢？那是咋回事嘞？因为我们这边女孩子多，男孩子少嘛。啊，女孩子多，男孩子少。哦，我们那边就不一样了，我们那边是男孩子多。哦，这样的。啊，男孩子多，女孩子少。哦。啊，春节的时候，女孩子从外面打工回来呀，门口的男孩子都是排着队。哦。排着队。哎，妹妹。啊。这进来怎么没有看到这个，没有看到这楼房嘞？都是看到你们这个，这种房子嘞。我们这边都是木房子嘛。木房子。嗯。哦，这没有水泥啊。没有啊。钢筋有没有？没有。没水泥，没钢筋，那这木头从哪里来的？我们自己种的。那这是什么木头啊？松木。啊，松木。嗯。哦，来，哥哥姐们，这是什么木头啊？有没有人知道啊？啊。啊，有的时候叫松木，有的时候叫杉木。哎，妹妹，这个应该是杉木。我因为我感觉走过来你们这边的杉木比较多。嗯。那松木和杉木很像，但是事实上是不一样的。这个应该是杉木。嗯。哦，哥哥姐们，杉木啊，咱直播间哥哥姐们说是杉木啊，不是松木啊。这个，那这房子为什么称为吊脚楼嘞？我们地面不平嘛。哦。然后要垫石头吗？啊，对。哦，地面不平要垫石头，所以说叫吊脚楼。啊。哦。然后还可以那个，让它不和地面接触嘛，那个会腐烂。哦，那木头接触地面会腐烂。啊。有虫。哦，有虫。哦，妹妹讲的啊，就是把木头下面垫上石头啊，因为地基不平，然后呢，这个如果说直接接触到那个泥土了，容易腐烂，还容易生虫啊。哎，哥姐们，这木头生的虫是什么虫啊？啊，是不是那个白蚁呀？妹妹，是不是这么长那个白蚁呀？对呀。啊，它是这个破坏力特别强。啊。啊，破坏力特别强。哎，这个怎么都不上锁了？你们这个？我们这边不用上锁。哦，不用上锁。咦，那这边治安真好啊。嗯，治安真好。啊。来，哥姐们，这到妹妹家了啊。啊，我先喝点水。喝点水啊。哦。哎。这妹妹家真的有腊肉啊。真的有啊。啊，待会我让妹妹给我弄一点，看看妹妹会不会啊。啊。哎，妹妹，那个就那个你们这边那个山泉水。啊，山泉水，喝点山泉水啊！哦，这都是老房子了。没水了。哎哎。没水了。没水了。哎，要去挑。挑水。哎。啊，你们这边不是自来水呀？不是自来水。哦。山泉水。啊，要一担一担的挑的。啊，要去井里面挑。哦，井里面挑。哦，行，那走走走，我跟着妹妹一起去挑水啊，挑点水喝啊。哦，这是妹妹家。哦，杉木是第一材料。哦，杉木啊，哥姐妹说啊，杉木。啊。走。啊，走走走。哎呀，妹妹很能干啊，妹妹很能干。啊，欢迎来到直播间，哥哥姐姐们啊！哎，妹妹，刚才你们说这是你们的吊脚楼，我还看到前面有一栋很高大的那个，那栋建筑，那是什么楼啊？那个。啊。那个是鼓楼。鼓楼。哦。鼓楼是敲鼓的吗？对呀。有鼓没有？有啊。有鼓。那个建这个鼓楼有啥意义嘞？之前没有那个喇叭嘛。啊。之前没有喇叭，然后我们都是敲鼓，有什么重要事情啊，重要活动啊，啊，都敲鼓，上面有个大鼓。啊，上面有个大鼓。啊。来，哥姐们，没有见过鼓楼了，来看一下啊。有
声音的咱们扣个一啊，没有声音的咱们扣个二。哦，鼓楼啊，哥姐们，鼓楼。那这个鼓楼有几层啊？这个鼓楼？啊，妹妹，这鼓楼有几层啊？有十二层。十二层，是，十二层是有啥寓意吗？就是一年十二个月。一年十二个月。刚才你说这个上面有鼓，那个鼓是干什么用的？就是有什么重要事情的话，上去敲鼓通知。之前没有那个喇叭吗？哦，以前，以前没有喇叭，古时候都没有喇叭，对，所以说敲鼓是起个通知的作用，哎，通知的作用啊，十二层是一年十二个月，我看到妹妹，这上面雕的还有龙的，对，啊，哥姐们，今年是龙年啊，在这里呢，主播把美好的祝福送给直播间哥姐们啊，祝大家龙年大吉啊，也祝愿我们这个寨子呢，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那妹妹，那咱走吧，走。来，哥姐们啊，没关注主播的，给主播点个关注，左上角这边个红色的按钮啊，点个关注。祝咱直播间所有关注主播的家人们，祝你们财源滚滚，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也祝直播间哥哥姐姐们，祝你们生活就像啃着甘蔗上楼梯，步步高，节节甜。春风十里不及相遇有你，感恩遇见不负相识。清浅的时光里，愿我们直播间的2700多位家人都能遇到美好的生活、美好的未来、美好的另一半。感谢大家，在这里我也祝我们直播间7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祝你们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这里是十万大山贵州深处啊，贵州大山里面一个原生态的洞寨啊，刚才妹妹介绍了啊，洞寨的传统建筑有吊脚楼，还有鼓楼啊。那我了解到啊，这洞寨还有两大建筑，第一个就是侗族的风雨桥，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粮仓，水上粮仓啊。待会看看我们能不能遇到粮仓。感谢直播间哥哥姐姐们，感谢大家。哎呀，那妹妹，你们这边是不是经常下雨啊？对呀。这下雨湿气都大呀。哎。哦。哥姐们，这下雨湿气大，湿气大，这个中老年人很多人生活在这样环境中啊，就会有吃不消。哥姐们，主播是在福建厦门生活了十几年，所以说在厦门那边呀，一到这刮风下雨天，很多老人家嘞就不愿意出门，不愿意下楼，为啥嘞？那些风风湿湿的那些毛病都出来了。这个贵州大山深处也是这个样子，尤其我们看这个寨子到处都是水，到处都是河啊。感谢直播间哥哥姐姐们啊。妹妹，这边那个水塘上面那个这个啊，这个是那个水上粮仓。水上粮仓，把粮食放到这边，对，那为啥不放到家里边来？因为为了那个防火嘛。为了防火，一可以防火，二可以防鼠，大山上老鼠多。哦，可以防火防鼠。那老祖宗太厉害了啊！老祖宗很智慧，把这个粮仓建在水塘的上面。来，哥姐们看到吗？下面是水，可以起到防火防鼠的作用。欢迎来到直播间哥哥姐姐们啊。今天我来到这个传统古村落，就是想了解这边的民风民俗啊，这个尝一尝这边跑山猪做的腊肉腊肠。这妹妹很能干，你看看，干活喜欢穿这种解放鞋。妹妹头发好长，是。妹妹我头发长，我估计这个妹妹应该出去打过工吧。妹妹，你有没有去过广东、福建、浙江这些经济发达的地方去打工啊？没有。没去过是不是？这个妹妹家情况很特殊，哥姐们啊，单亲妈妈拉扯大两个孩子。单亲妈妈，我是说的妹妹的妈妈啊。
可不是说他啊，他还没有对象的。哎，妹妹，这个井是不是就是你们村里边说那个叫，鸳鸯井？对呀、啊。哦，鸳鸯井。嗯。嗯，哥姐们，这边是两口井啊，两口井啊，你看，啊，两口井中间去啊，然后井水汇集到一起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啊，汇到一起，啊，鸳鸯井。啊，没关注主播的哥姐们，左上角点个关注啊！妹妹特别特别能干啊，然后呢，又很善良、很热情。今天主动邀请主播来到他们家里参观啊，然后呢喝点水啊。哎，哥哥姐姐们，待会我跟妹妹说，我说了叫妹妹给我弄点腊肉腊肠，你们说妹妹会不会给我弄点腊肉腊肠啊？你认为会的打个会，哥姐们。我看看这妹妹挺实在的啊，挺实在的，嗯。啊，不知道。阿哥，给你喝。啊，行。哎呀。哎呀，哎呀，渴死我了。哎呀，这水好喝。好喝吧，嗯，甘甜甘甜的，甘甜甘甜，嗯，甘甜甘甜的啊。哎，会是不是？啊，都认为会是吧？哎，那大家拭目以待啊。嗯，这个妹妹家是，你想呀，十几年来，妈妈，要伺候爸爸，还要带大这两个姑娘，确确实实不容易啊。这妹妹的身体特别，你看刚才在田里面干活，早晨四点去干活啊，然后回来就要挑水，这一天到晚来真的忙啊。嗯，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主播刚刚开播啊，刚刚开播，这里是十万大山深处一个原生态的古村落，欢迎开心姐姐。这喝了之后都特别舒服了。嗯，哎呀，这大山里边那个女孩子都这么厉害，说男人呀那更厉害啊！你看这个水，它挑起来都是非常。这边哈、啊，哎，你们这个都是巷子这么小啊，妹妹，啊，巷子很小的，嗯，哦，这路很窄啊，很窄。哎，啊，刚才那边有个三轮车啊。所以说妹妹选择了一条小路走，哎，哎呦我天哪，哎呀，这要挑着水让我上这台阶，我都感觉都有点吃力，有点吃力呀、啊、家人们。嗯，那个把井能慢来吗？按钮按我们人家叫的按钮哦。哎，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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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哦，这老爷爷这么大岁数都要去干活呀，哦，都要去干活，嗯，哎，这大山里边，这个到夏天更那个，啊，大家夏天更那个啊，啊，行行，哎呀，妹妹说休息一下。哎呀！
啊，欢迎来到直播间，哥哥姐姐们啊。这妹妹这一天到晚都是干活，哎，所以说嘞，这要招一个上门女婿，还确实有点那个了啊。哎，如果这个男方家庭条件好了，妹妹嫁过去，哎，那多好啊，嗯。给大家发个福袋啊！哥姐们，这个妹妹这个家庭很特殊啊。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哥姐们，这个哎呀，妹妹啊，休息一下，有点累是吧？好，行，休息一下。有点酸酸胀胀。哎，那主要是妹妹，你这个一大早就去干活，然后嘞，这个那个干活那个水呀、又很凉。对。那七点多干到十一点，三七点，哎呦，我这四个小时。四个小时。这里有点酸酸的。这四个小时啊、酸酸的哈。那个妹妹，这个我这边有个东西，你抹一抹试试。抹一抹啊，来，冷妹妹，那个，这个东西你抹一抹，什么？这个，这个是，这怎么用？这个倒到手里边，把腿拉起来，对，倒到手里边，然后嘞，然后在这个地方嘞。轻轻拍打，把那个腿也磨一点，那个腿啊，这边还有马车的，哥姐们看一下啊，这边还有马车的，对，这个再磨一点，我刚才看你磨的有点少，对。拍打一下，还有你这个，对，这里，对，一早上妹妹都在那个田里边翻田，翻田，那水里边泡几个小时，那是妹妹这个年龄，如果说老人家肯定吃不消这个，吃不消的，你们说妹妹会，那待会到妹妹家啊，妹妹家有腊肉，我这几天也没有吃啥油水的东西，所以说，这个早饭也没吃，午饭也没吃，现在这前胸贴后背，然后那个，妹妹，那这一瓶啊，我送给你，你这个番茄掂着锄头那个，这个你那个，对，到那个晚上的时候啊。你自己，那阿哥贵不贵啊？你送这个这个不贵，这个在那个药店里边，100多块钱，一百多。那太贵了，太贵了。太贵了。哎呀，哎，哥姐们，这妹妹太贵了，那我这样，那我先拿着啊，先拿着妹妹，开始发热了。有点热热的是吧？哎，热热的，热热的，哎呀，这个妹妹一看都是这个实在人，是不是啊？但是确确实实啊，来，哥姐们，你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哪里啊？都想看妹妹的妈妈了啊？妹妹的妈妈是45岁啊，是单亲妈妈啊。好，没点关注给主播点个关注啊！我们现在回家了啊。河南的是不是啊？美好人生是河南的是吧？我老家是河南平顶山的，现在我一个人定居在福建厦门，河北的。哥姐们把自己家乡名字打在公屏上，我们相互认识一下。欢迎来自全国各地家人们，欢迎大家。
啊，重庆的，啊，还有你们都是还有河北的，啊，旺仓的，四川的，廊坊的，河南信阳的，啊，南阳的，啊，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哎，妹妹，我看着门打开了，是，应该妈妈刚刚回来吧？妈妈回来了，哎，妈妈回来了。想不想看妈妈家们？想看的打一波响，哥姐们，想不想看？嗯。啊，想不想看？哎，那妈妈嘞？妈妈。啊。刚刚回来过，现在可能又出去了。哦，又出去了。哎。啊，嗯，那妹妹，那个，我来你们寨子里还有个想法，就是想，尝一尝你们这边地道的那个跑山猪的腊肉。腊肉。啊，能不能给我弄点腊肉啊？可以的。啊，可以是吧？那我给你拿呗。啊。1952，这个你是说什么的？你连关注都那么小气，连个关注都不舍得点啊！这个，这个腊肠。哦，这是腊肠。哦，这是腊肠。哦，妹妹，那这妹妹，你确定这是跑山猪做的？对。啊，就是你们家的那个。就是小时候就放山上养嘛。啊，是放山上跑的。哎。啊，长大之后。再卷起来养的、哎、啊，跑山猪做的啊。好，没点关注，点个关注啊。行啊，行行行啊。嗯，啊，那妹妹，那个，你们这寨子这么大，我车停的地方比较远，我跟你说一下在哪里，你给我带出你跟寨子吧。啊，可以吗？那个地方是有个鼓楼，然后旁边。那个旁边有一块空地，有一块空地。哦。啊。啊，我知道。啊，那里边停很多车。啊、哦。嗯，我知道了。行，那你给我送一下，送一下啊，好。嗯、啊，走走走啊。啊，来，感谢直播间哥哥姐姐们啊，这个我让妹妹送我一下啊，这个。啊，还有人说想看妈妈的，想看妈妈吗？那、啊、他妈妈刚才回来，应该出去了。我们看到那个门打开了啊，门打开了。妈妈45岁，要看妹妹这气质，这身材，应该妈妈也是很漂亮的。哎，这个小丽啊，你妈妈有多高？妈妈有没有1.60米？有啊，1.63米。1.63米。哎。啊，妈妈1.63米，啊，妹妹说妈妈1.63米，啊，嗯，啊，看看妈妈是不是？嗯，哎呀，这个妹妹，我感觉你们这个大山里边这温差很大呀。对呀。啊，因为这个今天早晨我都感觉到这山风呼呼叫。嗯。啊。然后早晨我一推开车门都感觉冷飕飕的，早上冷，然后中午热，然后晚上又冷了。哦，那晚上要不要盖厚一点？要啊。哦，我们都是盖棉被的。哦，晚上盖着棉被睡觉的、哎、哦，晚上盖着棉被睡觉的，因为我们大山上啊。来，哥姐们啊，哎，这里是十万大山的贵州。哎，妹妹，哎，这边这么多的新房子，都是做生意做发大财了？不是，啊，是那个人家上门姑爷来盖的。哦，上门姑爷来盖的。哦，上门姑爷来盖的。嗯。啊，要认识一下主播是不是？行，来，我翻转镜头，哥姐们啊，咱们。认识一下啊！
这个我这个长相气质呢，有点不太给力，不太加分啊，啊。妹妹挺高的啊，来看看啊，主播是老家河南中原平顶山的，现在一个人定居在福建厦门啊，是一名走乡村的户外主播啊。以前我是走乡村关爱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的，现在呢，这些直播内容的平台不让播，所以说现在呢，我是走村串寨的，带大家看看风景，然后呀蹭蹭饭啊，品尝一下地方的美食，带大家了解一下风土人情、人文习俗啊。喜欢户外美景的，喜欢田园风光的，喜欢大山深处乡村文化、乡村生活的家们，跟上主播的镜头，每天足不出户可以这个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啊！再次感谢直播间所有关注主播的家人们，祝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啊！我让妹妹给我带到这个我车那边啊，因为这个寨子400多户啊。你们说咋着？说这个啊，妹妹送腊肉了，嗯，啊。那你们说，那咋安排啊？哥姐们，你们有啥想法啊？咱直播间2000多人，有啥想法都可以打在公屏上啊，实话实说，打在公屏上啊。你们都是主播的衣食父母啊，都是主播的家人啊。那我跟妹妹肯定那个，我比妹妹大那么多，是不是？她妈妈都40多岁了，她妈妈40多岁，我跟妹妹是不是？啊、嗯。好，你们啊，有啥什么想法，打在公屏上啊。那边有个广场，里边停很多车的啊。啊，400多户的大寨子。那山里边人都是这个样子啊！如果有一天你们来到贵州大山深处，来到这些传统的古村落，你们的待遇跟主播一个样啊！为啥呢？他们很多人没有出过远门，所以说呢，他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心眼啊，非常朴实，民风非常朴实的一个寨子，家们，嗯。哎，小妹啊，你们的寨子这么干净，有专业的打扫卫生的？没有啊。哦，那每家每户都收拾得这么干净啊？对呀、啊。哦，每家每户都收拾得这么干净。嗯。那老刘大哥，你说咋安排嘞？那妹妹，那我车在那边。啊，那边。哦，这个地方，哦，这个地方还，哇，停这么多外地车嘞！啊，这是我的车。啊，你这放这边，放这边。哎呀，你看这我车上有炉灶，啊，那你阿哥，哎，你在哪里做饭？我，啊，我做饭就是，那个，平常就是到那个，你们这边那个村口啊，找个比较空旷的地方，啊，然后找几块石头，我车上你看刚才你看有那个液化气罐，有点炉灶，我就那不行啊。啊。我们这刚下的雨湿哒哒的，然后大山上风又大，也就是你们这边外面做饭风大啊？是啊。咦，我天哪，风大那个，风大煮饭是有点不方便啊。你跟我回去，我跟我回去吃饭。啊，去你家吃饭？去我家吃。去你家吃饭，那个，那妹妹，那你要不要跟你妈妈打个招呼去你家吃饭？嗯，我等一下跟他说一下。你能做主吗？能啊。能做主。哎，来，哥哥姐姐们，妹妹说叫去她家吃饭，你们说，我平常都是在这个户外啊，我车上带，刚才带大家看到啊，我车上有住能住啊，这个车当时买这个车都方便在车上睡觉，嗯。妹妹说去她家吃饭。哎。那妹妹。我想那个喝那个娃哈哈，娃哈哈啊，你给我找个那个超市或者代销店，哦，小卖部啊，
那走吧。啊，走，好，行，来，哥哥姐姐们啊，这个妹妹这么好，咱不能让这个，好心人心寒，是不是？让这热心人心寒啊，滴水之恩，甘当涌泉相报。你说咱这个走到大山里边，一个，外地人、陌生人啊，妹妹就这么热情，放下手中的活，是不是？嗯。我天哪，哥，那个我是不敢要，那我想那个哥哥姐姐们，这妹妹才20多岁呀，20多岁，刚才你们也看了是不是？啊，咱是一个走乡村的正能量主播啊，嗯。啊，主播你小气，哎，那个这样，哥姐们，待会到小卖部，你们打出来的，啊。只要小卖部这边有啊，哎，如果没有，它地下有挖地3尺，我要给大家买，哥姐们，好吧，我也买啊。嗯。哦，这是小卖部是吧？哦。那个，那妹妹，你坐这边啊。啊，你坐这边。啊。那个，老板你好。嗯。啊，那个。哎呀，我天哪，这老板看着不像山里人呀。老板以前是不是有工作呀？哎呦，没工作。没工作，但你这个白衬衣穿着一看，哎呀，那个老板，那哥哥姐姐们，咱现在来到这个小卖部了。大山里边不像咱城市里边的超市很大啊，超市很大。你们看咱咋安排？嗯。刚才说了，这个主播呀，你那么小气，妹妹要让你喝水的，然后又给你那个拿腊肉的，你都没安排一下啊。那咱现在安排，那油拿2桶油吧，嗯，2桶油啊。好，没点关注，哥姐们左上角点个关注啊。嗯，再拿2桶，啊，再拿2桶。再拿两。啊，主播好小气。来，那你们打在公屏上啊，打在公屏上，哥姐们啊，打在公屏上啊。太少了。哥哥姐妹，这个4桶少不少？这会不会，这个天热呀？这会不会放坏？这个会不会放坏？哥姐们，这天热，来，哥哥姐们，你们都是天天在家做饭的，4桶，买4桶少不少，这个东西会不会放坏？咱要，对。啊，买那个，对，你们参谋一下啊。大米他这边就产大米，对吧？啊，这边就产大米啊。行，我听你们的啊，哥姐们啊。那个洗衣粉有没有？洗衣粉啊，洗衣粉。洗衣粉拿几袋？洗衣粉拿2袋啊。鸡蛋拿2板，啊，鸡蛋拿2板，
我那个王老谷拿两箱。嗯。那还要什么哥哥姐们？八宝粥，八宝粥，八宝粥啊，对，拿两箱，拿两箱，八宝粥两箱，那个，有没有那个面条啊？面条啊，挂面。挂面拿一袋，啊，拿一袋的挂面不会坏，拿一袋挂面，那个，那，他爸爸不在了，咱就不买啤酒了啊，那个蛋黄派。啊，蛋黄派拿两箱，拿蛋黄派，啊，纸巾有没有？纸巾，纸巾有啊，纸巾。什么七度空间？七度空间是？七度空间好不好吃呀？七度空间，老板。啊。七度空间好不好吃啊？哦，那女人用品。哎呀，七度空间，哎呀，我天哪！哎呀，你哥哥姐们，你们有的不要误导我啊！七度空间不是吃的，哎呀，我，啊，不是吃的，也不是喝的，哎呀，女人用品啊，纸巾，纸巾，来，哥哥姐们，你们看还缺什么？咱。牛奶，牛奶拿两箱，洗洁精拿两壶洗洁精，对，咱买那个食用的，买食用的啊。那个哥哥姐们看看还缺啥啊。来，刚才这个现在是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盐巴拿六包盐巴。老板盐巴拿六包。可以了吗，哥哥姐们，可以了吗？够了，大哥够了。你们说这个居家过日子还需要哪些东西？你们可以打在公屏上啊，打在公屏上。卫生纸有了，卫生纸有了。够不够，哥哥姐们？够了是不是？那老板，你算一下啊，你给我列个清单啊。列个清单啊。这个妹妹，你刚才那个抹了，感觉有没有舒服一点？有点发热是不是？发热。这个以后在那个田边干活呀，水里边要稍待乎，因为那个水太深，你看几个小时在里边泡，你是年轻，如果是中老年人呀，在里边泡几个小时，人会吃不消的。那现在呢，很多人那个
那个风湿病啊，关节炎呀、啊，都是。那你再给我涂一下。再给你涂一下。哎，来，妹妹，这个你拿着用。来，你拿着用。都不好意思。啊，来来来来来，来你涂到手上啊，涂到手上。啊，小妹妹涂啊。你看他这一天到晚在大山里边都干活了啊，咱们等一下老板啊，让老板算算账，老板算算账啊。啊，对，轻轻拍一拍，按摩一下啊，按摩一下啊。那你再不办了，你不要打我了。哎，哎。啊，哥姐们，大家不要急啊，我们等一下，等一下老板啊，等一下老板。嗯。啊，把这个，他爸爸不在了，咱不拿烟酒了，哥姐们，烟酒你们说还拿不拿？烟酒还拿不拿，哥姐们？烟酒你们说还说还拿不拿？那个妹妹，这个你把那个鞋脱了，鞋脱了，然后给这个，因为你今天早晨一直在那水里边泡嘛，水里边泡，把你这个脚踝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啊，头的到着手心，然后这样拍啊。哥姐们，早上他七点多去田里边干活啊啊，然后这外边这边也磨一下啊。嗯。啊，那酒还是不拿了吧。啊，我给妹妹涂这是啥东西？哎，哥姐们，我给妹妹涂的是这个东西。这个是香港大药房的强骨力活络油，哥姐们，活络油。来来，咱直播间哥哥姐姐们，咱直播间有没有那个经常的干活然后这个腰酸背痛的然后这肌肉酸酸胀胀的爬山爬楼梯费力的然后经常腿抽筋的有没有？来，哥姐们。啊，如果有这些情况的哥姐们，就可以把主播给大家这个给妹妹用的这一款啊，这款活络又用起来了。这样一瓶要多少？哥们有没有？哎，经常这个腰间背痛的，然后这个上楼梯费力的，下楼梯这个膝盖这个地方酸酸胀胀的，还有我们脚踝。腰颈肩膝盖这些地方有是不是啊？那哥姐们，这一瓶啊，主播以前是干导游的，这一瓶在香港那边在药店里边一瓶卖到169。来，哥姐们，那咱直播间，哥姐们，咱直播间今天呢